来了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，我是小太子。今天吃的是螺蛳粉、炸串，还有超标的鸡蛋炸蛋，还有煎蛋，妈见打，那我就开吃啦。 biu， 这个鸡蛋都完全和这个蛋黄分离了，我们可不要像这个一样啊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把它泡一下，炸蛋里面有两个蛋，给它泡一下，这个待会再泡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猜。嗯，好幸福啊。我都不知道先吃哪个，吃这个炸串。好吃了！哇，炸蛋也太香了吧！嗯，万万岁呀！螺蛳粉加臭豆腐干，复仇者联盟。小海星，鬼肉项链，哇，看看，看看吧。嗯，啊，太快乐了，真的。嗯，你们一定要这样搭配着吃一吃，真的太好吃了。
太爽了。哎呀，哎，吃的太开心了。对了，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还会有杯子粉。上一次有一个粉丝说，太子你怎么好久没用那个笑脸的杯子，然后我上次就用了，没想到这次又有人说想看我用这个橘子的杯子，说是我的杯子粉。我不管，我的粉丝就是最可爱的。来喽，真的，脖子都肌酸了。适可而止。啊，太爽了吧！其实我还有一个鸡肉卷，但是我吃不下了，感觉蛮好吃的，吃一口。不错，啊，不错。